sink back. When through all this weakness and sorrow, chasing a dream till it starts, all the subtle things you can't erase, memories they lead my life going on. You make my heart beat, it travels from silent darkness to starry night. We hold our hands back to the home bay. I feel love, I just wanna keep a promise. I feel us, we're slowly falling to my arms. You're the one in my life. Baby, you make my world so perfect. Star smiles away, shining in the sky. We can find true love.不挺好看的吗？不是吧，大姐，你居然没有一件适合相亲的衣服。什么衣服是适合相亲的衣服？他俩玩真的。你看，我觉得这里每一件都很适合相亲，这个裙子就很不错。什么很不错呀？我听人家说了啊，这相亲的衣服可讲究了，第一不能穿得太廉价，会让人家看不起的。也不能穿太贵呀，万一让人家瞧上了怎么办？第二不能太张扬，会给人家压力的。但你也不能穿得太低调啊，不然显得你多没劲啊。你看你这裙子就特没劲。不行不行不行，太复杂了，听不懂。哎，小莫，你说我为了相亲把自己打扮成完全不像自己的人，这不是算欺骗吗？这样怎么算欺骗呢？这叫有效的社交手段，好吗？还有啊，你能不能去的时候把那个妆容不要那么素净，眼影画一点呀，口红加一点呀，美美的去不行吗？看到了吧，你快想想办法。晨晨，不着急啊，爸爸想办法啊。快想办法啊。想啊，我现在就想着呢。啊，想着呢。晨晨啊，你这是在做什么呀？我在盖城墙。盖城墙干嘛？淼慧，你这也太丑了吧。丑哪里丑？衣服丑，妆化的丑，头发也丑。都丑？怎么可能呢？这是你干妈让我这么精心打扮的呀。说明干妈眼光也不行，今天你还是别出去了吧。喂，你到哪儿了？不好意思啊，我公司今天有事儿，实在走不开。我今天就不去接群群了，我下周再去。啊，不行不行，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呀？早没事晚没事，偏偏现在有事儿。怎么啦？新七说他公司有事没有办法来。怎么了？肚子疼，疼这么厉害啊？那我们要赶紧去医院了。我不要。那怎么行呢？你疼得这么厉害，你去医院给你就是打一针你就好了。好像没那么疼了。哦，又不疼啦。圈圈。嗯。你又是装肚子疼，又是堆城墙，是不是不想让妈咪去相亲？也不是不想，也没那么想。明白了。但是妈咪今天跟人家约了时间，突然放人家鸽子，这样不是很礼貌，对不对？要不我把你带去，你也去看看那个人。要是你不喜欢那个人呢，我就保证再也不跟那个人联系了，好不好？
也行。那我们说定了，你去换衣服。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练各种手指舞呢。你这是在哪儿学的这个？还好我这块镜子能勘探敌情。哦，我找人。你待会儿乖一点啊，你不许捣乱啊。你好，请问您是米慧女士吗？你好，您是蔡文斌先生？是，实在不好意思，公司那边临时有点事情需要处理，所以迟到了。今天无论如何，我要请你。不是请你们吃顿好吃的才能弥补我的错误。您太客气了， 赶快坐。这位机灵可爱的小朋友应该就是您的孩子吧？是。全全叫叔叔。全全啊，因为他今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没人带他，我就一起带出来了，你别介意啊。我怎么可能介意呢？本来见你这么漂亮的女士我还有点紧张，可是见到这么可爱的小朋友我反而倒放松了。我挺喜欢小孩的。才几分钟啊，笑这么开心。跟我在一块怎么没见你这么笑过？到时候你就故意碰瓷草，但是火候要把握，不能让自己受伤了。有一点要注意啊，千万要让他心疼你，他一心疼你就不去相亲了。 1, 2, 3 make it。 但是什么骑车啊？不好意思，都动不了了，你看这车撞的，你看就赔我6000块钱，你车上钱医药费另算。哎呀，行，可以赔给你，把你的购物单子给我看一下，我照原价赔给你。你意思我报虚价呗？啊，一个女司机，你车技差，人品更差，你小赖是吧？我告诉你，你今天不赔，别想走你。既然扯不清，那就报警吧。等警察来了，一查行车记录仪就知道是不是有人在碰瓷。警察来了，他撞人，他也得赔。这位美女车这么贵，估计修补这一块也得好几万吧。你今天怕烧大出血了，跑不了。哎，你不膝盖疼吗？下回再让我遇见你个人，直接带你去公安局。满意吗，美女？我一直以为你做技术研发的都很严肃的，没想到敏小姐这么幽默风趣。我也还以为你们做金融的都比较一板一眼、盛气凌人的，但您看起来也很随和。谁叫我？哦，对了，刚刚你说的那个是？全全，对不起啊，对不起。不愧是花姐，太没礼貌了。对不起啊，他太小。没事。只不过那个时候技术还在研发阶段，没想到这几年发展的这么快。我还以为我刚刚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工作的事情，你会觉得很无聊呢。我觉得你很专业。谢谢。最重要的是能够把这么专业性的内容用最通俗的方式讲给我这样的门外汉。那一定是他们讲的。我抱歉，不好意思啊，你乖乖的。
喂，干嘛？工作上有点事儿，想找你聊聊。我现在在忙，晚点说行不行？小朋友，西果汁这么大力的话，面部肌肉很容易萎缩，长大了就不帅了。你骗谁呢？真的，我爸爸可是医生，他从小这么告诉我的。叔叔，你真帅。谢谢。就是比我爸爸还差那么一点点。我是你投资人，怎么跟我没关系呢？投资人？嗯，是，你是投资人。但投资人我现在是私人时间，对吧？不管，这事必须当面聊。行，那就当面聊。你现在在哪儿？我去找你。嗯，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找你去。我就在这儿。辛总，你到底要干嘛？我今天是我见全全的日子，我来见全全。欣欣，别捣乱。吃完了没？爸爸来接你喽。我吃完了。哦，你好，我是全全的爸爸，以后难免见面，多多关照。蔡先生，不好意思。米小姐，今天很高兴认识你，但是你好像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等以后处理好我们再联络吧。对不起啊。慢走啊。疼吗？疼。活该，谁让你追我的？我为了阻止你相亲啊。我相亲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说怎么跟我没有关系吗？什么关系啊？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天怎么过的。我前几天游泳的时候，我还想你走神呛了水呢。骗人，就你这技术啊，睡着了都能游。我真的没有骗你啊，我现在脑子里除了上次进的水就只有你了。曹木，我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我真的已经习惯了有你在。你不理我，我真的挺难受的。你这个手，回去记得换药，小心感染了接肢。所以你还是很喜欢我的，对不对？自作多情，谁说我喜欢你了？我那是因为你追我的车受的伤，刚才你也帮我了。我出于仁义道德的角度，我也不能置之不理啊。还有啊，你也太大胆了吧，一路尾随我的车还骑得那么快，你知不知道很危险啊？万一撞上个好歹怎么办？我一想到你要见别的男人我就难受，我哪管得了危不危险吗？切，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以后跟你在一起怎么保护我？不是，你愿意跟我和好？谁说我要跟你和好？不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说跟我交往这句话不是就要跟我和好吗？我刚才说话了吗？没有啊，我可没说啊。我刚刚说什么了？没有啊。你就说了。那和好吧。不生气了吧？嗯。你先是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擅自的住进我家里。你今天又自顾自地串通着全全破坏我的相亲，你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地侵犯着我的边界，这就是你说的追求？我不是故意的。啊，我是故意的。要惹你不开心，我向你道歉。但我做这些都是基于我对你的感情。感情？感情不是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的理由，心琪。真是感觉我现在都不认识你。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可能是极度扭曲了我。我就是不甘心你跟一个不相干的男人相亲，也不愿意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真的想知道吗？那我告诉你，嗯，因为我跟他之间没有那么多的误会跟隔阂，他也不会因为我是全全的妈才重新再接受我。我也不会啊。不是，你要怎么才能相信我不会呢？不用去证明，我也不想相信了，认命吧，心琪。我们在那样的时间认识了，又遇到了那样的事情，所以就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没法改变了。
我不认命，我是不会放弃的。你这样有意思吗？反正我现在只想回到我不认识你时候的日子。今天是亲子日，你带着拳拳玩吧，我有事，走了。哎，你去哪儿啊？看好拳拳啊。敏辉他去干嘛了呀？他把咱俩扔下了。这边请，董事长，程总，程太太。董事长，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好。看您精神这么好，我就放心了。您这一病，公司少了个决策者，很多事情不敢推进，我们很担心呀。身为公司员工，管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行了，别的事也不用你担心。爸，爸，其实林总监啊，也是为了公司好。您看，您现在这一病啊，公司群龙无首，但现在又是观潮最重要的时刻。您是不是需要暂时选一个人出来，打理一下公司的大小事务？哎，爸，爸，我。来了，早睡觉，睡觉。啊，好了，程总，财务总监找你有事儿，先忙你的吧。哎，那我走了，爸。不是说带我来吃饭吗？到这儿来干嘛呀？到了你就知道了。走。怎么样，这漂亮吧？你没来过吧？啊，是挺漂亮的。这。哦。看。哇。怎么样？这么大。到这儿来干嘛呀？告白啊。啊？不是，你干嘛吓成这样？你不会以为我要跟你告白吧？啊！哎，如果是真的，你打算怎么办？我没想，你是挺好。行了行了，不逗你了。你这人真不清懂，也不知道我喜欢你些什么。这个呢，确实是为告白准备的，但要告白的人不是我，是你。我？嗯，就是你啊。我帮你约了敏慧姐，一会儿等她来了，你就把你这些年所有的感情都告诉她。我相信她肯定会感动的要死。不是，可是我那个是不是？可是什么呀？可是，既然喜欢，就一定要说出来。难道你想一直陪在她身边，然后眼睁睁看着她喜欢上别人呀？不是，话是这么说，但问题是我。行了，一会儿好好让你看看我准备的告白大礼包。哎，对了，一会儿敏慧姐来了，你知道要说些什么吧？我就知道。没事，我既然当好人，我就当到底，帮你彩排一把。这还可以彩排啊？当然可以了，走，先上去。你知道，在背后默默注视一个人是什么感受吗？你知道，每当你开心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开心。每当你难过的时候，我会比你还要难过。我想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却害怕你不愿意接受。可我不想再这么无望的等待下去。我喜欢你。
明慧，我喜欢你，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感动？我跟你说，最关键的就是最后这一步，一定要特别深情的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说最后那一句，你愿意。我明白了。行，那我们正式彩排一次。敏，我都记不清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你的，可能是你带全全来医院的时候，故作坚强的样子，或者是你完成了一件事情之后自信满满的样子，又或者是你在家里面我。你怎么回事啊，周如姬？认真一点，我都跟你说了，要看着对方眼睛说，再来一次。我喜欢听你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在他的故事里是悲情男二，但在我的故事里是绝对的男主角。我不会让你当炮灰的，我一定会让你收获到满满的 happy ending。我喜欢看你没心没肺的大笑。我只要跟他在一起，我就高兴。我甚至喜欢你的无理取闹。猪猪姐姐以后可是要嫁给周爸爸的呢。我喜欢看你眼睛里面充满了光的样子。你就是我眼里心里的那道光。我周如姬，你出师了。你看，我都差点感动了。我相信敏慧也一定会感动的。这边风景好好看啊。哎呦喂，你今天是没看到蔡文斌那个脸色，他就差把你是渣女这四个字写在脸上了。这个信息回我一世英名，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是是是是啊，绝对不会原谅他，行了吧？咱也不着急，等下次我给你找个更好的。算了吧，下次指不定他又使出什么更过分的招数呢。下次不告诉他不就行了吗？这一次也不知道是谁当了这个叛徒。那除了全全还能有谁啊？哎，对了，你那边现在怎么样？我呀，哎，我也失败了呗。这相信一次肯定相不成的，得多相几次，等下次我们再接再厉啊，到时候再说吧。啊，对了，我今天约了周如姬吃晚饭，我不跟你说了啊，挂了。好，拜拜。你干嘛不告诉敏慧就我们和好了啊？我刚跟她说我要忘了你，后脚就跟你和好了，打脸打得太快，我怕她比数。那我们都和好了，你干嘛还要说去相亲啊？我这不是为了能够让敏慧再接再厉吗？有我陪着，她对相亲意愿就会高一些呀。可是你为什么不帮新奇哥呀？反而怂恿敏慧姐继续相亲，你都不知道新奇哥有多可怜啊。那是你没有看到敏慧因为新奇有多可怜。我可不管啊，我只希望我的好闺蜜能够幸福，不管这个幸福谁给的不重要。不，如果新奇能够让敏慧幸福，她自然会回来的呀。摩天轮，摩天轮上有吃饭的地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什么为什么？你不是说你喜欢我的吗？你为什么要帮我向敏慧表白啊？可能就是因为喜欢你，所以才不想看你爱而不得而难过的样子。我心疼你，我想成全你，想让你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我是很喜欢你，我很喜欢很喜欢，但我也知道爱情不能强求的道理。
这段时间我真的做了很多很多，但我依旧走不进你的心里，所以我想是时候该放弃了。人家都说爱是成全，爱是勇敢，就当这是我送给你最后一份关于爱的礼物吧。你要勇敢一点啊，勇敢地向你心爱的那个人告白。你一定要成功啊，只有你幸福了，我才会真的感到开心。时间要到了，我得走了，加油，加油，一定会成功的。周姐，你干嘛约到这个地方？我是很喜欢你，我很喜欢很喜欢，但我也知道爱情不能强求的道理。我真的做了很多很多，但我依旧走不进你的心里，是时候该放弃了。哎，还挺多花呢。敏慧，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我喜欢过你，从4年前第一次见你开始就喜欢上你了。你先听我说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只是钦佩你的勇气和坚定。你自己带着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全全，却从来不抱怨，只想把生活过得更好。但是慢慢的，我做了全全的主治医生，成为你的邻居，我发现我对你不再是单纯的对于患儿家属那样简单了。我开始不自觉地想要亲近你，想要帮助你。只要是对你和全全有利的事情，我都想要去做。我知道这些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也知道你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好朋友。这4年以来，你是我唯一喜欢过的人。但是像今天这样，我们两个面对面的站在一起，我心里想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明白了，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你已经认清自己的内心了，所以这不算告白，算是坦白，对吗？没错，毕竟喜欢了你这么多年，还是想说，说出来吧，就算给自己有一个交代。重新认识一下吧，我是全全的主治医生，也是你的好邻居周如气。我要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了，也请你务必幸福。由衷的替你感到高兴，加油啊。决定放弃就干脆一点，加油，鸭子猪。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Gallery, which was in larger design of Tower of.新奇啊，你要加油啊！我真的不想管别人叫爸爸。爸爸现在浑身的油，不知道往哪儿加呀。老板，鸡鸡哥，倩倩，小舅舅。哎呀，那我先忙去了。你被曹木撞傻了吧？还一脸喜庆了，说没事啊。我们和好了，当然喜庆了。什么？你们和好了？凭什么呀？凭什么你成功了，我失败了？不是，哥，你这心里就不对了啊！你替我成功了，你不应该替我高兴吗？你这嫉妒心那么强，怪不得失败了啊！你说什么？没什么。我就觉得吧。你应该适当的放下你的好胜心和自尊心，真的。我已经放了，我再放我都放到地心里去了。没有，我觉得你不够啊，你还在撑着。我觉得你应该学学我，适当的撒撒娇，卖卖萌，甚至装一装可怜。哎，锦轩也哄啊，女人都是有母性的，你只要激发了她的母性，她就很有可能。就不丢下你了。我先不说这不符合我的性格，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有心机了？那你今天去破坏别人相亲，你就不心机了？那只要你初心是好的，又没伤害谁，方法不重要。嗯，爸爸，你真的不用小舅舅说的那个方法吗？感觉很好用哦。不行，是可杀，不可辱。儿子，你记住啊，作为一个男人，必须要有骨气。娟娟，走了，回家。你怎么才回来啊？你下午是不是又去见别的相亲对象了？对呀，我今天下午见了八个相亲对象，每一个都非常的不错。其中一个呢，又温柔又帅气，对我是一见钟情。我已经决定跟他交往了，你不要管我了。哎呦，爸爸，你怎么了？怎么了？又不舒服了吧？全全，我打120。敏慧，是不是要做人工呼吸啊？人工呼吸我哪会啊？我也不会啊，你快点。人工呼吸是吧？是要做人工呼吸。你说这个人工呼吸是挺好用。我这是怎么了？这是。肯定是低血糖了，一天都没吃饭了。你要是觉得晕的话呢，那你在这儿躺一会儿吧。娟娟，走了。爸爸，走了，扶我一下。真走啊？不是陈家俊，这都什么招啊？都是。敏慧。密码都改了，全全，敏慧说我们家不欢迎说谎的人。你到底帮谁啊你？我帮你呀，可是敏慧说我放你进来，他就让我跟你一起走。
会给你的。嗯。哎，真不让我进去啊？嗯。还说不担心我，巧克力都是爱心。子柱，你可算是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不接电话？后来还关机了，我等了你一晚上。等我？哦。场地出问题了吗？不应该吧，我都准备挺好的，不应该出问题的。不是不是。是。你这是不怕长肉了吗？人家失恋了吗？补偿一下自己还不行吗？谁说你失恋了？你不是应该跟敏慧在一起吗？你来找我干什么？子柱，我喜欢你。啊？我原来确实是喜欢敏慧的，但是我现在不喜欢她了。不是，为什么呀？她拒绝你了？不是不是不是。也没拒绝你，那她说她喜欢你了吗？没有，她不喜欢我。不是，那为什么呀？我不是都教你了吗？不是。她后来怎么说的呀？不是不是不是，我原来是喜欢她的，但是我现在喜欢你。不。我也喜欢他，但是我也喜欢你。不是，就是我后来发现我不喜欢他，然后我喜欢你。说不喜欢我，然后我来找你，是因为我觉得所以你来找我，就是因为你知道他不喜欢你，你们没办法在一起了，是吗？不是。周汝骥，你把我当什么呀？我是喜欢你，我特别特别喜欢。就算喜欢到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可以不在乎。你可以不喜欢我，你可以拒绝我。但请你不要把我当备胎。我没有把你当备胎。讨厌你。哎，子舒，我怎么，我再说。啊。OK， 没什么变动的话，过两天我去一趟江北。那边有三家医院，我比较熟，之前也聊过，对你的心脏 AI 建模非常感兴趣，谈临床落地应该没问题。你亲自出马？何海翔说了，心脏 AI 建模是重中之重，我哪敢掉以轻心。哼，算他开眼了。不是他开眼，是新奇加大了投资，何海翔当然乐意推进了。对了，曹木，你再帮我介绍几个相亲对象。你还去啊？人总要向前看嘛，万一遇到合适的呢？ OK， 安排。敏慧还要去相亲，不许说是我说的。就这么盯着手机看，敏慧姐也不会回你微信的。你懂什么呀？她最多就是。
绳索，吸住了你和我，像旧梦又触摸，被眼泪冲到覆辙。当无悔的滂沱，大雨般倾盆降落，那一刻心都被淹没。一忘了左右提醒我，恍然如昨该如何言说，可再 always love you， 可再 always love you， 你给的喜欢在左右，怎样都不能够弄丢，可再 always love you， 可再 always love you， 而回忆还要多长啊，你才能感同身受。爱了孤独的沙漏，流淌到尽头，伸出于昨天和海里都转了多久，还徘徊在光。